衣服，结果声音还是一样被认出来啊，然后就比较卡了，就不能讲话、啊。对啊。哎呀，这么想。所以我们要找到通讯站吗？还没，还没。左边刚左下不是，左边没还没看，右边里面刚看到了吗？我右边还没找到。嗯，还没看到。刚太冷。两一组去右边，那么团团我们两个分开，然后那个无线电。哎、啊，杰、欸、克，我刚在 DC 还无线电。杰克，我刚是你，我先干掉阿神了、欸，哎。然后你再把他救起来就好了。我刚刚想说可以两个都杀。左边跟右边。没有，这边离我们家超近的，你怎么还敢？对啊，这里超近。对啊，马上就会有人来支援了。哇塞！因为又像我刚刚有就去放油桶，所以就直接看，就生人肉哎、欸，有人要吃杰克的心脏吗？哦，小雨来，快点，好吃的心脏。我在往右边。好，那我送过去给你。我在往左边，哎、欸，是最左边这边有一个，对不对？对，最左边 W 那边。我到 W 这边是有门呐、啊，这感觉也不是啊。这边拿过了。啊，有熊啊，有熊龟啊，不要！有熊。右边吗？臭熊。左边，在左边。小雨在左边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中心呢？右边有一个需要三个门的。嗯，那个一的，一有一个三个人的。你在 N 一哦。我遇到音乐了。我现在在正中间靠一。正中间靠。小雨，小雨直接来一吧。直接来一，有一个三个吗？是这个狼药引这里吗？这里看起来没东西啊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吧？对啊，哦，这里啊，上面这里，上面，哎，对，他记这个，这个，这是两个门的、欸，这两个的、欸，那、啊、我们先开这个，先开，好，这里是两个的，这里是什么的？这里是物资箱，哦，物资箱，所以最左边的不是，这里右边哦，好多物资、啊，右边有一个那个，然后我要饿死，你也受伤，哎、欸。快跑！嘿，杰克，嘿，小雨嘞，等下再回来。嘿，杰克，嘿，哎，没有野人。我在 N1，你帮我拿那个电子的那个好了。我都满了。因为我们从下面往右边跑，现在在。再往下吧，往再往下过冰之后再往下。往一。过冰从哪边过？我们在一过冰，上面就是过。往上走，往下走可以过冰啊。哦，这。然后有一个那个石头，对。这也穿过来。哦、啊，你才不来这边，哎、欸，先来这边呢、啊，开门呐、啊，先过来，这边有门可以开。下面就在下面。这里还是你要听声音，这里。团团在左边吗？团团，没有，我没有了，我已经要回中，要回中间放物资。哇哇哇哇哇！哇怎么有音乐？狼飞出来。我来了。啊、哦，他走。走他身上，我开门狼直接喷出来，太恐怖了吧！啊，这也是那个物资，那到哪里啊？我的妈、啊！怎么都没找到？我在 W 这边有一个很大区域，我还在找，还在绕。所以这个也不是。哎，谁、欸、要食物？谁要食物？这里有食物。欸、小雨，杰克的肉。我要。我感谢你。哦，好。不要吃我肉了。这么远的吗？我来了，我要吃。是这个吗？这不是通讯站吗？在里面吗？啊 ，W 是不是？我吃掉了，白痴哦、喔。嗯，地上没过，地上没过。那还有什么？站三个人哦。你们那边只有两个人，我们要小心间谍哦。间谍会让我们冷哦。我刚才已经让你们冷了。有啊，我超冷的。还需要莓果吗？我又捡到了一些。那你说在 W 是不是？那我过去。W 肉，因为走很大，去 W。他有电梯要去 W 来，好，我们过去，我是杰克。哎、欸，等下我灵活可以瞬移耶，你是对啊，你可以就是等于观察者啊，对啊，你可以瞬移，好爽哦。那我可以专注一直追着我的就好了，可以啊，如果你有可以啊，你想要我朋友的话，这边看起来感觉他的话，这边看起来感觉很像哦。你们先去吧，我回家烤肉。我还要取暖一下。哎、欸，家好像是这里。我要回家取暖。左下，往下，开始往下走。我跟着你们主机走。家在这里。这里好长哦。这个是吗？这好像是物资箱的样子。没有啊，这边上面这边不是刚刚看到上面有一个那个。左边这个。哦，那是物资箱啦，我先找那个。好，快挂线。为什么你们路这么奇怪？有些人从左往右走啊！啊，我有啊，找路呗。
跟团借点食物。哦，地上这里。你在哪里？好，你继续往上走啊。哎，是这个还是？上走。对吧？咖啡色的，你是要零件？咖啡色的。看到了。我掉地上了，好酷哦！这个吊桥，这走去要去哪里啊？左边是三个人，可以背叛者可以弄断。哦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你们在哪里 ？W 吗？对，我们在 W， 可是还没找到通讯站啊。他其实看到那个房子应该是三个的，是不是？哦，多一格包包了。暴风雪哦，暴力剩不到五分钟了，完了，找不到。没，我们每次都卡在第二个屋子。对啊，对啊，第二个比较难，第三个就是可以出去了。嗯，就纯粹是我们虽没找到这样嘛，很难找。现在是哪一边？往山上走，山上走。我们在 W 这边找找不到。电线杆是不是有就是靠近的？哦，对，看要不要电线杆。对他们说看着电线杆，沿着电线走。在 WS，WS 哦，好，好。可是有些是要同时按啊。有，我指的同时按是它电线会有三个部分，三个地方，对，三个方向，嘿，那三个地方都要同时按，哎，狗狗，哎，心酸了，哎，杰克，冷一下，我掉到水里面，被激活，被激活了，这里，激活信标，信标在哪里？然后呢？然后下去，要下去修它，所以我要去找那个三个点，是不是？高你要继续修吧，你还要继续修啊！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不用了，不用修了，你是坏人。没有啊，可是我看到写需要修理耶，需要沙利修理，可是沙利。哦，我看到电线了，我看到电线，我看到电线了。欧郎，你不能这样子哦。是哦，有狼。有修吗？有，正在路上。对啊，我没有骗人。需要什么？对啊，我没有骗人，我是好人。要什么？要再找，还要再找，是不是？我是杰克。哎，没有，我打不开啊。哦，没有，你打开之后会有亮蓝光，去那边拿。哦哦，有。好远哦！天哪，我去上面，我去上面。远了。哎，等下，这不是瀑布，这不是温泉，那是瀑布。我要死了。有温泉可以泡。没有，我这是温泉，原来是泡冰水啊！我以为有嘞，不是，还是泡有温泉啊！我找到第一个零件了，应该要有。好好，带回去。哇，这什么地方？哇，哎，这游戏，哇塞！他拿零件行动变超慢，是真的，因为可能是因为这个完之后就要可以出去了吧？哦，有可能。是吗？这个是弄不掉，这是第二个还是第三个了？是第二个。然后修好，然后回家修电话。哦，就结束。哦，啊，我那上面两个要走很远的那个很累哦。哦，好，你们还认真的是要，真的是要有一个还被挡住我的吗？哦，就是这个哦，就是我刚刚拿那个啦。要冷死了。然后我回到家了，太冷了。好冷哦，我剩一半血量了。给你这个，哦，你是冷到剩一半血量。对，我等一下。对，也是啊，又饿又冷啊。好，等一下哦。我走的，我要放好第一个了，我快放到了。好。然后。好远哦。还有这个。地上。所以小野去拿那个了吗？哦，我去最北边的那一个。那还有个最左边那边是不是有个闪电啊？最上面，最上面。杰瑞不是在拿一个吗？最上面的我拿，最上面的。食物。太远了吧！你们拿不起来吗？我没看到食物在地板上啊。哎、欸，哦，原来这个就是修理的东西啊、哦。对，没有吗？等一下，来，我还有，还是在外面地板。这边，里面，炉火旁边。哎、欸，好冷哦。看到了。哎，杰克，好，你声音好大哦，太弄人。你先搬过去，我回家取暖。太弄人，他弄我，他又幽灵还可以用人哦，这么可以啊？可以啊，我刚才在用人啊，可是这是很久一次啦。有人要扮演，他可以帮人家补血啊，帮人家补温暖都可以。要扮演阿神，可是他是坏人，所以他都在做坏事。啊！我旁边有狼，不要！快去还小雨！完了！天
天哪！来，食物放箱子，食物放箱子，有需要的自己拿。有人要吃阿神的肉吗？你们剩三十秒、哦。唐僧肉，来不及了。那个狼一直在追我。可以啦，你走太远了。我死掉了。你走得到，你快到了。小雨走不到。我被狼咬死的。哇！你刚骂他欧狼。你们看得到信标吗？看得到，看得到。我快到了。一个欸、到旁边而已。对啊，小雨那边再一个啊。要开要。火要熄了，死了！全球活动要冷死了！哇，这个冷的速度真的是有够快的啦！哦，完了，火熄了，这是什么鬼？哎、欸，他这掉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！对啊，就因为时间到啦，你那萤火也是最后的爆，萤火也是烤不回来的。就是你把这个拿走。我发现这就算快把它翻下去。这就算不做事，你也救他，活的人也会直接死掉哎、欸！有狼，小雨回去了，回去了。我们太不熟练了，不行，你还要翻吗？小雨，我要翻，我不管，我要翻。快翻！哈啊！我要让你更冷喽，你注意点、哦。我已经不会再更冷了。最冷了，你倒了。我把你还拿着那个倒了，下来，快走，快走，好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我走起来，快倒了嘛，就我就我还打呢，我只是举起来而已，你们在哪？好，我走。对，他没事，不行，他不行，你给他放下来，你放下来好不好？走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在干嘛？两步，两步。走两步就到，我没血了啦。好，放着，你把东西放下，把东西放下。没有啊，我没放下，放不下啊。啊！换我倒了，好、哦，我要倒了，我要倒了，我要倒了。OK， 可以，我跪下了，可以再走两步。我在搬呢。哇！天使都在搬呢、欸。我的天哪！这是不是绕比较远了、啊？我要掉到水里了。好远哦！我要水葬，我要去水里面。对啊！对对，我倒了，夹地不算，可恶。哎、欸，我是僵尸是不是啊？我怎么不算最后一个死掉了？没有，你是倒地啊。哦、oh, ，超好笑。最优秀的玩家，杰克最优秀，杰克好优秀啊，并没有。优秀啊，好优秀啊。哎、欸，只有我完成了外物标哎、欸。我的是要最后打电话逃生啊。我有打算完成，可是我是要夹子夹玩家。嗯。你要夹，直接让你夹。不会啊，所以要用内麦吗？接下来用内麦了，好、啊，内麦了，好，那就直接关喇叭就好了。嗯，好。喂，喂，喂喂喂，你好，喂你好，喂，大声一点好了，耶，耶。我是杰克 ，Hello， 你不是？我是杰克，好烦哦你们。你说杰克很烦哦？对我好烦哦。哦，杰克哦，哦，杰克哦，杰克哦，按准备。主要是这个真的要人要满团打比较好打啦。那谁？哈基。准备好啦，喂喂喂，可以了。他语麦克风还可以最大吗？欸欸、好像不行嘞、欸，刚好像最大。我是好了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好了，我也是好。等一下，我刚看那个狼拓汤是谁？哈基拓汤啦。什么？哈基拓汤啦。我要确保。下面，你说我是 gay 的、啊？拓上，对啊，很帅啊！不会再打我、啊？跑谁？是要被驱？我看我在打，是要被驱逐了吗？
你没瞄好，一直打我。我看我在打石头，我是看石头血在扣哎、欸。我刚刚血就已经扣了哈。驱逐他，驱逐他，驱逐他，哇塞！跳他，跳他，跳死他！我只在表达我的心意。哇，你们一直在冲票，你们两个是有问题。矿物有没有矿物？哎、欸，左下有羊哦，左下有羊哦。我要先看一下我的任务。我跟团团都是间谍。对。那、啊、两个一起票。好。好啊，你们就票啊，团团一起分票啊。团团，我们走。然后两个好人都在不见了。我去砍木头，我去砍木头。我去砍棉花的。旁边好安静哦，因为附近没有人就很安静了，真的。等一下，我接到一个任务，他说什么？对其他玩家不超过500点的破坏，那是什么？打玩家500点吗？应该是吧。伤害500滴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谁可以借我轻轻打一拳看看？看到没增加？需要一个人，有没有人在家里？来，没好没过，有看到吗？来了，我来，可以借我打一拳吗？记。不要你走！看一下我的任务，我看一下我的任务。No！哎、欸，旁边有鹿哎、欸，旁边有鹿哎、欸，我想去打鹿、欸，可是我没工具。可不可以借我打一下？啊、我不知道这个任务怎么接。我没看到哎、欸，我要去找。哎、欸，这里可以再开哎、欸，要不要一起来开？看一下。可不可以借我打一下？我要看这任务要怎么接，一拳就好。不要，你手上刚不拿斧头？不要，你走开。我哪来的斧头啊？哎、欸，我打不开、欸，为什么？我没按到、欸，哎，为什么？要三个同时按的样子。坏掉了。坏掉了。哇！怎么这样？先找发电机。要找发电机太难找。哎、欸，我第一次碰到坏掉、欸，哎、欸，你油桶还有吗？他是因为没有同时。那还要什么？还要什么？还要什么？不知道啊，他没去。我以为你会直接进去看、欸，杰瑞。不是好小，是距离太远，距离远就會变小声。对啊，阿呆。还是你们觉得声音太小啊？我觉得很大声哎、欸。这里要开是不是？又有狼。杰克是不是在混啊？都在家。不是啦，哎、欸，我刚去挖木头，哎、欸，乌赖。我刚刚一直跟你讲话，你都不理我。然后声音调大聲。不是，我刚刚调声音。你看，那是声音太远了啊！我调大声。我拿去到处收集莓果好了。在右边，在我这边。好。下面。哦，这边。上面啊。那脚步声听起来很不明。有食物吗，繁星？你要吃石头吗？哦，不用，谢谢。繁星，嘿、hey, ，我才叫你，我才想跟你讲说你呀，你要不要用对讲机嘞？我刚刚左边那个，你需要？我左边房子放了一个那个陷阱。哦，好，哎、欸，你有听我声音吗？有。哇、哦，好 ，OK，我要去放，我要。哪里啊，音乐？谁啊？好，看到了。这样一组。你们看到发电机了吗？有，右边。啊，缺什么？他要电子零件，然后还有油罐。罐好。六个。发电机在哪？好。右边。那里面。右边。哦，好。然后那个什么电子废物，我可以做，我有材料。好。缺一个。哎，搞事。我要求我，你自己说下蛋的。啊，我的蛋有够硬吗？很硬，很硬，很硬。做出东西了，可以了。
这木头差不多了。还很远，石头缺一个。没有没有，刚丢地上了。跟你说啊，刚刚团团偷拿我的蛋。我知道啊，我有听到啊。所以嘞，我还缺一个。所以他进你的声音不应该是这样啊。我还缺一个蛋。我没有。我做这种蛋，做这种蛋。你只有红色的蛋哦，好了，这也可以了。哎，它怎么在地上长起来了？会长哦，蛋会长。它怎么都没声音了？拍谁？让我拿一下，谢谢。不会长起来了，不会啦。那个，我们缺三个电子零件，我等一下带过去。我缺油料呢？油料剩几个？哦，对，油料我没有看，我油料我没有看，你们看一下。啊，箱子一堆木头啊，看有不需要。哪里还有煤火啊？还有全球活动，哎呦，全球活动要来了，全球活动注意哦。小雨，啊，兔子哦，对对对对。我的玫瑰，我的玫瑰。喂，听到吗？喂。有。哦，还是有声音、啊。嗨，有啊，当然有啊。有声音、啊，可是你不知道是谁讲话。Hello， 美国外送，美国外送员。这个是谁？我是我。哦，好。你想干嘛？石头吗？我想做武器。没有，我是有这个啦。好，这可以到处放。哎，箱子。繁星，你到那个刚那个 hey, 刚那个过来，来，哦，这边，干，你在抹毒药吗？那我不开了。你刚在抹毒药吗？没有。哦，你只在开而已哦。枪有子弹吗？你要不要试试看啊？我还没做啦，现在拿了两个那个炮的样子，那个零件，到时候回去做一个。这就是我们的基地喽，小基地。哎，这俩。你等一下那个毒药去撒在那个他们会摸到的地方，或是做吃的丢在箱子里面。OK。哎，你不要石头这里啊！我先跑。干！这么有狼！加油，我下去。三个人要开的小屋，好。好啊，
要直接这样讲话，懒得按。直接用那个讲话。哦，冷死了。可是我想要先去看问号哎、欸。先来开完再走啊，先开完再走啊，这样。那我们很近，是不是？好好好好，嗯，有声音，可以。毒药怎么办？要销毁吗？怎么销毁？没办法销毁吧？有办法？只能放到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啊。对，只能藏起来。不然你就开在藏在那种已经打开的小房子里面之类的。我去 W 那边看哦，我去 W 那边看。我还没有路，好想砍他，可是我没有武器。啊，这里有狼啊！好想尿尿哦！每次这种紧张的时刻就想尿尿。哦，对，我要回去煮东西。哪里还有美国？哎、欸，大家过来一下，这个。繁星那边有狼。哪里？上面吗？上面吗？左边这里，你们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这里，这里。好好好好。这是什么啊？看起来很像气象站哎、欸。哦，不是这个、哦，这边，这里。哦、啊，这个就是要那个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？气象站对不对？总共有三个。你先不用拉。对啊，这个总共有三个东西，要分别按。哦，要跟着线走吗？对，跟着线走。对，要跟着线走。要走第一个。你开到内麦了啊？你开到无线电了。啊，你共享。没有，你刚刚开到无线电的啦。我又有六个莓果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哦，我一直吐啦，一直打断我做事情。现在肚子还是饿的吗？对啊，超饿。很饿吗？我很多莓果，我等一下就回去，我只有九个。不是啊，家里面的肉被人家下毒了。好、啊。我有全新的莓果。有，杰瑞给我一个足够正常的。暂定好人，暂定，哎呦，不好说。暂定好人，他就是后来只有他在里。我是人，好，是坏人。坏。对，我要吃一点。那边收过了。对，那边收过。欸、有两个啊，你拿。有肉，哦、我够，你是肉，你是我。不要再闹了，我们去开气象站。你在唱歌吗？真相的肉，耶有肉了，耶。耶耶耶，我有肉了。欸，还有欸，还有鹿欸。走，另外一只。这个要用无线电一起按会比较好啦。哦，我懂这个，我知道怎么玩了。他在哪边？上面，到了，喽！好的，好的。也很恐怖。哎，等一下啦，你们刚刚那个不是说要一起开吗？怎么全部都跑来路猎路了啦？啊，没有，我刚刚听到，听到有歌声就走过来了、啊。还有一个皮哥在，要无线电回家做下一个电子零件。电子零件赶快做一做，赶快开啊！可是不是要无线电吗？要先找到无线电啊！没有啊，可以做啊，可以做无线电、啊哦、做。吼！可以。吼！等一下，地上这些莓果是可以吃的吗？哦，还没弄过。可以，但是没煮过的，都是干净的啊。它都是干净的，没煮過。那我拿一些哦，我肚子饿了。哎、啊，这里还有一些肉。来，谁要跟我去开？哎、欸，那个杰瑞，哎、欸，杰瑞嘞，杰瑞嘞。